我跟你说，总有一个人会让你知道，骑车是可以牵手的，橘子是没有皮的，怀里是有花的，礼物是不用自己主动要的。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人，他会用最朴素的方式去爱你，不是撩你，也不是套路你，就是想对你好，忍不住的对你好。这话没毛病吧？